现在来介绍的是一元二次方程式方程式的一个公式的解。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话呢，曾经介绍过的是十字交乘法。可是的话呢，有的时候的话呢，题目不如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可以分解。有的时候的话呢，它数字太大，我们也看不出来怎么分解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一定要解，我们就使用的是公式解。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在国中的阶段的话呢，都应该有背过一个公式，叫做 a x 平方加 b x 加 c 等于零，它的两个根是二 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四 ac。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根号的里面这个叫做 b 平方减四 ac，这个这个是我们又称为它叫做判别式。 也就是说，万一这个判别式的话呢，是小于零的话，它是没有实根的。如果说它是刚好是等于零，那这边加减等于说没有用了，那它就叫做一个根，也就是所谓的重根。那如果说它是正的，那么我们就肯定它，它有两个相异的实根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来找一个例子来练习，这样子会比较清楚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例子。 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题，这个题目是 x 平方加五 x 加三等于零，我们要找它的根，我们要怎么分解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十字交乘法来做呢？我们看起来的话呢没有办法，于是的话呢我就直接强制的将它分解开来，我们怎么分呢？来，我就直接这样写了，它有两个根，一个根叫做。 二 a，二 a 是多少呢？a 本题的 a 叫做一，然后呢，负 b 就是负五，一个是加，加上根号 b 平方减四 ac，b 平方减四 ac 是多少呢？b 平方是二十五，减掉四 ac 是十二，所以它是二十五减十二是十三。 这个地方判别式是十三，那么我们肯定它有两个相异实根。那么我们继续分解下来，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x 减掉二 a 分之负 b。这个地方是小的根，是减的根号十三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写答案了。 x 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写打把它两个根写出来，但是我们的话呢，分解的时候是这样写的。这个的话呢，相当于是把它分解开来，变成了分解因式。那我们 x 的话呢，就变成了两个相异实根，二 a 分之负 b 加一个是加一个是减根号十三。那么。 同学只要是熟练了这个公式解的话呢，那么我们一元二次方程式里面几乎所有的题目，大概都能够解得开来了。